我是每日传媒的金泰恒记者，我今天跟你们代表纽约。金长贤他还活着，绝对不能让凤顺落单。凤顺，现在终于结束了。凤顺，没剩多少时间了，拜托你快走。我不会留你一个人的。拜托让我，有力量能够救他。下周二晚间11点，大力女都凤顺精彩大结局。